我推介659新創建嘅。咁見佢其實近期公布嘅業績咧都相當之理想啦，咁同埋講緊喺呢個疫情有所改善之下咧，其實佢嘅核心業務包括咗航空啊、道路保險嗰啲咧，其實都有唔同幅度嘅回升嘅。咁同埋講緊以依家個股息收益率嚟講咧，其實都超過咗7厘。咁無論係作為一個防守性或者進取性嚟講咧，都比較適合個投資者嚟嘅。咁我諗投資者可以喺現價大概7.8附近留意啦，咁目標價咧可以擺喺8.5嘅。咁止蝕位咧，我覺得可以擺低少少，譬如係7蚊嗰啲位嘅，因為始終講緊防守性都相當之強，咁投資者可以留意翻啦。